我平時都中意睇 ASMR 嘅，因為我覺得佢嘅聲音好療癒。都幾中意睇呢啲嘅。我係唔中意睇 ASMR 嘅，所以我都覺得佢係非常之唔療癒嘅。嗰啲聲音好滋擾我個耳仔。我唔中意睇 ASMR 嗰啲嘅聲音咧，好好煩躁啦。應該是對他們有幫助的，會令他們忘記了自己的壓力。有時候我失眠的時候會聽 ASMR， 但是我會一聽個聲音就會好像 越想越多，就會想到個畫面，之後就又睡不著覺。多做一些運動的話，令到 他的身體攰的話，自然都會容易啲瞓覺。瞓覺之前的半個鐘不要接觸有藍光的東西，應該就可以瞓得著。